中医治疗肝癌呢，首先是要进行综合调理，全身平衡。肿瘤是一类全身性的疾病，发生发展与机体的抵抗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。癌症不是单一的局部的病变，而是全身病变在局部的表现。对多数患者来说呢，局部治疗往往不能达到根治的目标。中医就是在患者的整体入手。抓住病机要害，对全身的平衡进行调节，增强患者的自身抵抗力、免疫力。第二呢，是标本兼治。中医理论认为，中医治疗肝癌重在抓住患者的病机实质，虚、毒、瘀，根据患者体质有针对性的进行扶正、通瘀、去毒，从而达到治疗效果。不仅要控制住恶性肿瘤所造成的肿痛水的表现，而且还要扶正补虚、消积化瘀、攻毒散结，以达到恢复患者的气血阴阳平衡的治疗目标，最终使病人达到自然状态下的根本平衡。患恶性肿瘤复发几率很高，所以对患者进行全身的平衡调理。改善身体的整体状况，定期巩固，提高患者的免疫机能，增强体质，加以巩固，是预防复发的主要节点。那么第三点，中西医结合，统筹兼顾。一方面，患者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，统筹兼顾，综合治疗，有助于达到更完善的疗效。在肝癌早期，通过西医中的手术或其他疗法，最大限度的、最大几率的杀死癌细胞，缓解症状。患者在术前服用中药，可以增强患者的免疫力，降低癌细胞的转移和复发的速度，提高患者手术成功率。患者服用中药，可以降低手术对患者造成的气血两虚，减轻手术的副作用，促进伤口愈合。患者术后呢，尽快康复。那么到了患者进入了肝癌中晚期，一些身体虚弱的、不能进行手术的治疗，那么单一的中医中药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依据。那么第四方面呢，就是辨证施治，一人一方，精准治疗，根据不同的病人、病期或不同的体质，辨证施治来达到治疗效果。